大家好，你们期待已久的440的不锈钢版本的盖世英雄呢，现在已经出货了。然后手柄的话跟钛合金之前通用的，两边还带钛片的。工头的话采用的是一个440不锈钢的，还是标配的炫彩螺丝。这一个的话就新手的话可以说就是极力推荐的，价格非常便宜。然后440不锈钢版本呢，依然给大家带的是一套钛合金的折线原理的双排苗，做工可以说是非常精美，手感的话就不用多说了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整把弹弓的细节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款弹弓，弓头的话是采用的一个440不锈钢的。为什么说推荐这个440不锈钢啊？最主要的材质非常硬，新手的话钢珠击打是不会出坑的。第二点的话，咱们可以看一下整把弹弓的品质，尤其是蹭头，跟以前的不锈钢对比的话，这一款的话是有很大的提升，每一个角都是有一个圆角的处理，包括蹭头的这儿，还有夹缝里面都是有圆角的处理。然后配备的是钛合金的双排瞄具，折线原理的。购买盖世英雄的，咱们可以认准弓头体育的正品 logo， 每一把都有独一无二的一个标签。虽然说价格下来了，但是依然没有给大家减配，该带的还是全部都有。